大家好，今天让我来介绍 Android 的技术分析。Disclaimer， 没有买卖建议，只是吹吹水罢了。你们喜欢我帮你分析什么股票 ？Comment 在 YouTube 的 Comment 里下面。喜欢的人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谢谢大家。在 Android 的技术分析当中，我已经画了三条线 ，support 在 0.07， 还有一个很低位的 support 在 0.025。至于 resistance 的话，在 0.130， 昨天做了最高价。现在的日期是6月23号的早上。这个 Android 的话，大家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它的价钱非常的低。然后它为什么会冲高的？因为它的 revenue 就是它的销售已经做到非常的不错，有 8.4 个 million 在这个 quarter 里面，然后赚了17,000。可能是有人推高，但是我在这个技术分析当中，大家要知道重要的线条在哪里。它的重要线条在 0.025， 非常的低，所以现在的话不建议进场。但是如果你可以知道你本身是短期、中期和长期的投资策略来进行的话，你就知道你会在哪一个位置买，哪一个位置做 cut loss， 还有哪一个位置在做 profit taking。在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还有技术分析。如果你们想了解的更多的话，我们后面会为你介绍我们的 Facebook 里面的 Group， 还有 Telegram。 谢谢大家继续收看下去，还有分享最重要。只有大家看到最后的影片的时候，我才会分享给你知道。我的影片会在 Sharing FKLI SCPO Stock Malaysia 的 group 里面，我的 link 就在下方，你可以点击下方进入这个 group， 我会定时的播放影片。谢谢大家。再次重申这个 disclaimer， 不是买卖建议，只是教育知识而已，还有是吹吹水罢了，大家一起研究研究。谢谢大家，可以在 comment 这个 YouTube 的频道下面 subscribe 订阅我们，按赞，还有在下面你可以写下你所要了解的股票。谢谢大家。